猪肚不要老是炖汤喝了，做个爆炒猪肚，保证你家米饭不够吃。洗干净的猪肚放高压锅，上气压10分钟，像这样用筷子一戳就烂。猪肚切条备用，热油爆香姜蒜，一勺豆瓣酱爆出红油，下猪肚条，放盐、糖、生抽、孜然粉，爆炒上色，再下红椒、芹菜、豆豉、干辣椒，继续大火翻炒。出锅撒上大蒜叶，翻炒5、6、7、8下，出锅啦！这样做的爆炒猪肚不好吃，你顺着网线来我家，我给你做。